有个金牌啊，规项全部大陆的拖网啊，这叫金牌啊。望着中国船，台湾渔民相当无奈。大鲸满88号、2号被中国海警船强行押回。中方说是因为休渔期间，澎湖渔船涉及越界才会扣船，但中国却持续放任船名、船舶证、船籍登记都没有的三无船只在台湾附近海域横行。中国籍船只持续非法越界，6月23号就被我国海巡抓到中国无名船只越界捕捞。海巡署统计，今年1到4月，三无船越界高达533件，让渔民困扰的还有海警船频频现身海域。台湾船再不走是不要命的，是不是的？很强硬啊！是很强硬啊！中国海警船3号晚间出没在金门角海域，透过广播恐吓我国渔民，渔船只好纷纷撤离。现在已经发生事情了，一定会退缩啊，要保护我自己啊。他们如果要故意要抓你啦，从金门算下来啦，全部都是他们的海域啊。拖网的放大概10分钟，收网是大概半小时左右。半小时也来不及，他没有啊，只要被他盯上，你想跑跑不掉了。现在正值小管捕捞的季节，渔船因为大鲸鳗事件不敢出海，渔获量大幅缩减，让渔民们全都叫苦连天。渔会则是持续发通知，要大家多注意。原本跟中国海警船只需要尽量维持12海里的距离，现在大家纷纷主动退缩到24海里，避免被中国给盯上。金星有这么报道，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